你好，请问我可以借你的车拍几张照片发给我妈妈看吗？可以啊，谢谢。妈，你看，这就是我现在开的车。哎呀，你要相信我，这真的是我的车。还真有这样的人啊？就是，没钱还非要装。上车吧。妈，您看，我真的没骗您。来，我给你看我的车里面。妈，你看我这车里面。好嘞，妈，我知道了，先挂了啊。来，实在是太谢谢你了。我啊，也是为了让我妈能……没事，我懂。出门在外嘛，大家都不想让自己的家人担心的。我的意思是，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，加油。拜拜。妈，您看我都开那样的车了，您就把二姨欠你的500万要回来吧，不然啊，你女儿下个月就要吃土了。谢谢你啊，一起努力，都会有的。